你说我长得精神，长得帅，不就完了吗？我真说不出来啊！不是，怎么还说不出来呀？就你长得还帅呢，杨哥。我还行啊，我。你自己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长得啊，你跟那河马成了精似的，瞅瞅你长得，啊，你多好看呀、啊！他妈羊驼成精似的你。骂什么呢？废话，没怎么说话。怎么说话呀？你夸我怎么了、你学人家？学谁？你学师傅。师傅说什么？师傅都夸我。师傅都说我长得不错。啊、师傅说我长得像那个梁朝伟，人都说。然后谁乐呢？这块刚才我就，哎，怎么了我？您哪像梁朝伟？师傅说的呀。哪像？师傅说我像梁朝伟啊。他师傅说我那个说我那个谈吐方面特别像梁朝伟。谈吐像他啊？对呀、啊，说得过去。但我自个儿倒不那么觉得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我就是吐痰特别像。你瞧见过呀？什么呀？梁朝伟吐痰啊？当然瞧见过了。什么样？梁朝伟吐痰就是那样，就是，就是这样哦